这是一张卡，卡里有50万元人民币证。卡的前三位密码是上进手机号的后三位数，卡的后三位密码是礼貌手机号的后三位数。这是我们两个的一点心意。对对对，收下。你别老欺负马德洛，物极必反啊。男人是婚后必反，我现在如果不替你拿着点他，他以后就蹬鼻子上脸，有苦你到时候说不出了。你他们家规矩不少，直接登门合适吗？去登酒店。你瞧那管红花矫情的哟。不好意思，我临时有个紧急会议要参加，我算了算，一共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，这个房费是不是可以全退呀？我们得收一点手续费。你拜我为师，这样我才师出有名啊！整个事儿顶在我这儿了。爸，干嘛？你出去！你，给我起来！李掌柜，您又打人！不是，我自己摔的。爸，您得对这事负责。